当你想盖神怪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。盖太大了啦！如果下次歼灭二的话，有又玩海洋的话，我就要搞，真的要搞个清水性跟海水下呼吸。扁他看看，一宿一宿没喷，没喷没喷，不要你了。啊，今天阿米狗是玩那个啦，桌游模拟器。这样会不会太剧透了？啊，阿米狗今天是玩桌游模拟器，所以我开去小眯一下。好困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啦，麦块研究室就到这边啦。多人继续，乔克夫 1.14.4、啊、好久没进去了哦。从前超累的哎、欸。有5个奖励，3位领取。哇，好困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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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就我最近那个眼睛啊，我想到这个，我就来订一下眼胶水。滴一下眼药水，就是我最近眼睛又感觉好像不知道是，因为我曾经不是曾经啊，应该说是去年底，那时候还没在 FB 直播，还在那个双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好像也是一天一部影片嘛，那时候也很拼，然后作息有点乱。就造成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好像一天只睡个5小时、4小时，啊之后眼睛一张开就发现很像有那种眼屎没有凝结，然后在那个眼球上面就是变成铅屎。等一下画面是什么？你们画面先冷一下，我现在眼睛张不开了，滴眼药水，就是有一层没有干的眼屎的膜。然后就是觉得眼睛好像快被好像怎么讲，瞳孔跟水晶体之间好像有东西快分离了，然后持续快2个礼拜。然后后来改善的原因是因为睡那时候开始睡回来了，就是比较有在睡觉，一次就睡10小时以上。然后后来就眼睛就又好了。因为那时候想说到底什么原因要不要看眼科，因为我觉得眼睛真的很不舒服。然后还去睡个觉，有好好睡个2天，就眼睛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们这么讲，那时候也不是特别熬夜，那时候就只是睡不好，睡一下就醒来，睡一下就醒来，然后搞得自己眼睛就很差。很会掰，可是就是你要掰的很那个啊，很合理啊，你掰的不合理，那从前那当然不行啊。你故事就是要好听，很顺，才会是个好故事啊。
不然突然一个灰姑娘开着跑车，然后那边乱撒钱，完全就是不合理啊！哦，后来我研究出来了，这个东西，可是这个东西不可能在那个啦，不可能在那个青松生存里面盖，它太吃资源了，有多吃欸，真的很夸张啊！我那边有盖。啊，算了，用这个好了。零十负三四零十负三四 STONE。我真的觉得玩麦块会学到英文，然后 LVA 就是拉吧，拉吧就是那个岩浆嘛。然后我事后的英文也是玩麦块打指令才学会的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侦测器，活塞。仙人掌、沙子、在动力铁轨，控制杆，这个先放回来。啊，先这样子，想到什么再放。那再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朝上，诶。朝上，好，那再来就是活塞放这边，再放这边，然后这边放红石粉，好像不用诶，我要红石粉。啊，不是啊，是这样就好了啦。我是盖反了。我盖反了吗？是要这样子吗？我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了？哎，我去看一下，奇怪，我突然忘记了。测试。对啊，两个啊。你？啊，是我没充能吗？白痴。不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呛，怎么第一个眼药水坏就变这样子了？单人测试啊，按错了，哦，好难按哦，反了，奇怪，没错啊，然后这个不用啊，我就记得不用这个啊。啊，这样子啦，对啦。好，这样才对。好，感觉有点吵，很像方块。那再就是这个丢上去，这个丢上去。好了，这个是让那个。
讲？这叫做零 tick 的那个啦，流沙。这个 1.14 版本的比较好盖，那个 1.15 就比较麻烦。1.5 要用到红石 ，1.14 不用，所以本来想说在那个轻松生存盖这个，可是需要动到红石，我就想说算了，不想造成别人，那是大家的伺服器，想说就这样子，不想造成大家负担。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啦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，谁发明什么东西，这已经很久了，只是 1.15 之后的盖法只能这样盖， 1.14 可以用木船，然后什么东西啊，反正是用木船啊，用木船然后用萤火就可以盖成这样子，而且速度也一样快，只是 1.15 之后这个东西盖掉了，然后之后有人发现就说只能这样子盖，就是要一直去摩擦，在它落下之前一直摩擦它就是会影响到仙人掌的那个生长方式，然后就可以你看一直掉。我觉得能发现到这个人的真的很强欸，你们看得懂吗？看得懂是干嘛的吗？那再来甘蔗鸡也是一样，甘蔗鸡，而甘蔗鸡的话是要再用一个活塞从上往下打，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物品燃烧，永远在烧。那你物品在烧的时候，可以把经验锁住，这样子就可以一直有一个，有一个什么，有东西烧，又有东西可以被烧，所以可以无限下去，你就有一个那个类似一个经验塔。感觉你们听不懂哎，我好难过，因为这很多有在研究红石都会知道的蛙哥，还没研究红石的就是你在说什么？你的功效小的感觉。Excuse me， 你的风大小。这个要盖出来，一定要让这个两个字。就是你进我退，同时的，不是同时啊，像这样子，这样才行。那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啦，然后这边放，我记得那时候是放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竹子在哪里啊？竹子行吗？竹笋嘞。我没看到竹笋欸，还是我眼皮啊？没有啊。作物类吗？哦，在这里。哒啦。啊，不行，那个竹子我记得是要用活塞左右推的，说这次不行，只能用甘蔗了。甘蔗至少可以，我记得。然后是甘蔗隔壁要倒水。
甘蔗旁边要倒水，咿呀咿呀哟。我记得可以用这个方法倒水哟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来，然后可以倒水。可以打掉吧，我不行，这样子這就好了，然后一样可以打很快。欸，只是我忘记知道怎么用了。看这边，然后充能这里。不，这个，要干嘛？不是欸，这样，欸，这怎么搞？我忘记了。我忘记了，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。我在干嘛？还是这样子啊？